我这是人出的作品呢，叫做《光之生物》。这件作品其实就有一个机器，这个机器它会有一个 AI 装置，它会控制一个Spotlight，之后这 Spotlight 会在空间中任意的走动。当 Spotlight 任意走动的时候，这 Spotlight 它会任意在这空间中的某个点停留。当停留的时候，观众就会觉得说，那 Spotlight 停留的地方是不是就是作品？所以那 Spotlight 有时候会停留在一些这栋老房子里面的一些比较可能是灰尘啊，或是油漆剥落一些细节的地方，所以人家就会觉得说那地方它是画出来的吗？还是说它是一个作品这样子？我其实想要探讨的是一种，就是Spotlight 跟人之间的关系，因为其实，在任何的大型典礼，就是通常都是 Spotlight 去追寻一个颁奖者，但是我这次让观众跟 Spotlight 就跟这个灯光做出一个不同的反应，就是可能人的视线或是人的观点或是他的焦点，他要聚焦在 Spotlight 上面，所以当 Spotlight 移动的时候，观众会觉得说，到底他要表达的是什么？那个点停留的地方才是这个艺术作品想表达的吗？所以这 Spotlight 可能会在空间中那个地方停留，可能是一个油漆剥落的屋子，或是一个非常老旧的灯泡，或是一个窗户，或是这个空间中的任何东西上面停留，探讨的是到底聚焦跟失焦之间的问题，还有就是你看得见跟你看不见之间的问题。